牛排哦，刚刚出锅的啊，来一块哦，哎，烫手有点，哎呀，等等啊，啊。我的最爱哦，烫牛排，吃牛排你就这么吃，它有灵魂啊，它不一样。行。太香了，太香了。哎呀，大哥没文化，大哥不爱说话，大哥爱吃牛蹄筋儿。浪着了，吃啊，咋着？上面辣油是你抹的吗？没放啊，这谁做的排骨啊？咋放这些辣油干啥呀？哎呦，才瞅着我，哎呀妈！我觉得就是故意的。哎呦，这太香了。哎呦，谁呀薛总呗，要我来瞅你来了呗，瞅着你吃呗。那一会儿我给你做点别的。不要浪费，把这也吃了。肘子。肘子鸡。
嗯，明天闺女开家长会，咱俩谁去啊？考了怎么样？啊？考了怎么样？考十五名。你去。你没空啊？十名以前我去，十名以后你去。改善伙食，老香了。嘴巴好烫，花肉，哎呀，太香了。我俩又来了，来了，大肥肉，太香了。不要双击啊！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给我妈一个双击，谢谢大家。大点声音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给我妈妈一个双击。